依林，等下无代志哦，底下讲来一个所在，吼、哦，然后阿公就替你接风洗地，食一下饭，好无？是不是要去检验中心检 DNA 啊？好啊，要去就去。这种亲情，你搁想要认哦？因声声句句讲爱你，我重视你，啊，结果嘞，后一秒就叫你去验 DNA， 太过现实啦。就是讲咩，那些亲子鉴定证明早晚要承认，你搁算是什么亲人啊？我看你归去还是得稳当去，别在这受这什么冤枉的气啊！这就是豪门家族的态度啊！九明公，我重视家己的子孙，一方面搁是血缘至上，若是无迄张血缘报告书，伊就感觉因对我负责，就无实在。依林啊！你讲这的话，会伤到恁阿公甲恁爸爸的心呢。我嘛无讲我不去啊，怀疑这 DNA 早晚爱验的啦。就算讲我甲伊闪过，我滴个人工哦，伊用奇奇怪怪的方式，比我去验，规气卖麻烦啊，做一届验验俩。依林啊，这嘛是验一个形式的尔，这样个人做规章，入户口嘛用得到啊。你莫有白想啊啦！吴大，我来帮各位做 DNA 检验采样。好，我是依林的爸爸，要采样哦，找我就好。检验结果真紧就会出来，请各位稍等一下。人工进入豪门深似海，我乃感觉阴道比马里亚纳海沟更加深。我想依林哦，若是立即不搞，一定会变作是家族斗争的牺牲品。虽然豪门深似海，啊，不过依林够有咱两个救生圈做后盾，阿姨若是有需要，咱就随时跳落去解救起来。是啦，阿若无伊个冤仇阿袂报，伊就会去误解嘴软饮食。奇怪，白白拢是家族大企业，啊，阮罗家进前的代志就无闹到这么大。当初朋友就拄离去罗家的时阵，嘛毋是闹到风风雨雨。你哪会对阮罗家以前的代志这么清楚？哎呦，咱两个这么熟啊！我若是连这都不知影，算什么好朋友？出来啊！要跟我们配合的开课、啊、没不对，就是他他没问题吧？放心啦、啊、人是我精心挑选的，而且要害你去检验中心的东西，一定都已经设定好了。开课只要叫他的部署去做就好，应该没问题。希望一年的计划能顺利成功。阿兄你好。依依啊，他是不是阿兄还不知道呢？你才打出来呢，身躯顶还有个晦气，别目着。爸希望咱好好相处，我就要表现给爸看。安怎？无想要交这个小妹握手哦？哎呦！爸，什么你看相片认亲？我该握手吼，就感觉这绝对不是亲生的啦。
无，我哪会常常感觉想要吐？盈盈，是你家己要甲伊人握手的，伊嘛已经顺你的意啊！啊，你即摆难道阁有话通讲？无唔对啦，你迟到就已经做唔是款啦哦，啊一来就安尼借口倒下，啊搁有一个查某囡仔款，哎，互人看笑话啦。那是咱去因家回来，是一个假太子，迄只真正是去用看笑话。伊林绝对是我的后生啦，这不可能是假的。那是真的哦，安尼搁较有人笑啦，笑咱母个，出一个杀人犯。好啊，拢给我点伊啦。我相信伊林的身份哦，无假。做亲子鉴定是为着要申请领养必要的证书。我是惊一个流程而已，伊林是咱母家子孙这个身份哦，以后这就是事实啦。向来迄个我唔相信，吓得离开，安尼我嘛较清心。你即摆是安怎？你阁少想讲检验出来结果无符合？相公结果一定符合。就算伊妈妈是汪有芳，嘛唔知汪有芳是甲相生的。你莫听我袂讲话哦！伊人出事时间无唔对，多好是我甲有芳交往的时阵啊。时间对，嘛无一定是正确的啊。无的确是有人做变老爸。阿姨，虽然我妈无伫个，啊，不过伊名声唔是安尼黑白讲的，也阁有我这后生替伊维护啦。谁敢破坏我妈名声，我绝对袂放伊煞。我伫个带你去伊面头前上酒赔罪。结果都还袂出来，唔免这么大声。母家会有今仔日这种规模，都代表爸不是戆人，才会跟你做亲子鉴定。哎，所有的人拢伫咧遮等，一个拢不准走，都、就是惊有人会动脚手。哎呦，你是安怎啦？县太，我给你看报告。亲子关系否定。这份报告绝对有问题，伊林百分之百是我甲有芳的后生。报告拢已经出来啊，你还搁在欺骗你家己哦？事实就是，你甲汪有芳做伙的时阵，伊同时劈腿，后来生一个后生就乱乎你，想要狸猫换太子，即卖狸猫正准伫个手头啊！你还敢不死心？林茂先生，今麦真相大白啦，是嘞啦，耽误着你的时间。啊，不过我想，你应该嘛是去予恁妈欺骗的受害者。啊，今麦拢无代志啊，拢养完啊，你会当走啊？你敢有车子？不要紧，我予你。
给你钱，我会给你嫌哦？你即马随把钱捡起来，乖乖去坐车。有你妈这种没见笑的查某，生出来十几个嘛，不是什么好物件。不准你侮辱我妈，我妈咪是凶人。你就是我的后生，我的感觉绝对无唔对。你上好有骄傲，用感觉就会当认后生。那你外口还阁有足侪人在等咧，要甲你用感觉做你的后生。你若唔认啊，你若认回来，全个母家拢开去散休啊。这个十种啊，去予赵耀进一招，就啥物拢现出原形啊！你还阁唔甘愿？这是人讲讲袂听，鬼看酷酷惊。冇可能是验着啊！参照顶面，顶面死一个血印嘛，摸唔着啊！一定是验着啦。虽然这件代志予大家感觉真意外啦，啊，不过一定要查好清楚才会用的。一张纸明明的代表什么啊？相公袂当代表啥物？这是办雅用的头一步，这头一步拢无法度过关，敢讲要伪造文书，伪造到过关？我要重新搁验一遍，搁验一届嘛是同款。若是有人这么坚持要看到报告顶端肯定两个字，安尼真简单啊！这届哦，我甲阮爸验，安尼出来结果就会是肯定。阿公，安尼你就会当安心等去困啊。英，你莫白讲，你甲恁爸本来就是肯定的，哪有需要验啦？啊，即摆好啊啦！大家拢知影，我一定是假的。大家当回去啊！啊，若无伫遮坐遮久哦，爸的身体嘛袂堪的。袂用急啦，我即摆随便搁检验一届，搁检验出来，我爸验啊。依林，这检验结果一定有差错啦！你绝对是我的后生，能够验一个牌好。我爸。我来验这个，已经真免叫啊！无是要澄清一挂代志，是安怎结果安尼，我嘛唔知影。拄只听恁讲，吴信贤的血液检测嘛出差错，嘛真趣味哦。看来豪门的水很深，啥物拢无一定是真的。你真正是愈想愈硬呢。无彩，我这么拼死命，想要让吴妈妈欢喜，我的面底皮拢垫伫个涂骹，互人糟蹋啦。真无简单，才摕到一张晋升豪门的门票呢，即摆拢袂富有，就变成废票啊！我唔管，你去甲公司讲，我破病啊，我足严重的，我一定要带伊治疗。你会用讲到外娘凄惨，就讲到外娘凄惨。哦，这个吴妈妈听到我的消息。伊就会可怜我，就会直接了我去抬头啊！廖孟之，我迄天想向贵宾，是不是你母的？啊，无头无尾是咧讲啥啦？搁假先搁答，要大概我去解释清楚。你这贼啦，逃走原本就是给我的机会。安怎？你要找我算账？好啊，来啊！你这个人真尼袂见笑，做唔到代志，搁很大声。哎呀，我自较早到即马，我的个性拢同款。你跟在我的脚床后边这么久啊，你阁无了解哦？你是气死哦？竟然敢跟我谈？像你这种鬼巴东是歹做的查某，你一世人绝对无可能嫁入豪门。郭月月，你给我回来哦！你卖走，你卖走！对啊，我即马甲郭月月迄种人伫咧激动啥？我爱冷静落来。我爱想办法，安大吴妈妈唔才对。